原标题时隔八年再开唱舒尔见证刘德华香港红馆演唱会。时隔八年，刘德华再次在香港红馆举办个人演唱会。刘德华向来敬业的华仔在此次演唱会开场中保持着唱跳俱佳的状态，一袭白色长衫的华仔以一首预谋开场，紧接着演唱中国人时铿锵有力的打鼓，令全场氛围热烈。经典曲目奔小孩搭配粉色唐装换装燕尾服造型后现场，男人哭北不是最演唱。如果有一天时站上吊台绕场一周，和山顶的粉丝们贴心互动。刘德华演唱会的红馆开场，从舞美到音质精心，准备保持一贯的精良品质。演唱会主要使用了舒尔 Accident Digital 数字无线系统，包括八个通道的 AD 和 ADX， 卓越的信号质量确保现场音频传输的稳定性、范围和清晰度。四个通道的 PSM1 千入耳是个人监听系统最新的 P10R 加分级18式接收机，保证现场的伴奏和人声。同时还有用来支持人声和乐器的16通道 AD， 其中 AD1 是安装在华仔演奏的重鼓上，提供几乎无可挑剔的音频质量和射频性能。这也是亚洲首个在使用附带频率分级功能的 ADLE 发射机的巡回演唱会。